你不是也在上网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现在没那么拼了，不想想。我也不想啊，我也不想啊。之前是，我打我之前也有这样过，就是不上网不睡觉，我打到半夜了，打到隔天了。有啊，我还有通宵，有啊，各种的。我打月初。感觉对面跟你一样。你说盖爷、啊，我觉得盖爷、啊、先手很微妙，不过我觉得我的手牌还行。人脸识别，搞不好对面玩雷龙玩妖先手啊。不可能雷龙，不太可能。雷龙话，现在应该就开始丢。如果盖亚内战的话，我这个手牌很好哎、欸嗯。小佑，你洗澡了没？昨天洗的啊，干嘛？没事。你什么时候发裸照给我？什么裸照？哦、靠呀！那个不是啊。我昨天贴的垃圾图呗，看图。还忙死，为何？对面的怎么了？那他不是盖亚？不一定，我今天才打到一个盖亚，他直接盖了那个，他直接盖了哪手？小盖亚，所以也是有可能哦。欸，他坑都没开啊！月光假的、嗯，他需要撒旦扰人，真的。月光啊，嗯，月光。盖亚没有撒旦，那也将可以了。我看看。打月光还是有点怕的。嘿、欸，靠！我想出他，那就这样，欸、就这样就好了。嗯、可是直接跳过就好了。不出他后台吗？可是你出他后台，你这张逃过去啊。嗯、你有场地，你怕什么？欸、是哦，逼他坑，是。没有啊，刚刚他的。嗯那一张卡都没反应啊，所以你直接打过去就好了。你说他是假卡？不是啊，他就算是假，他就算是公宣坑，他也不能开啊。嗯、他什么都不能开啊，嗯、因为你有场地啊。嗯、因为你某人有时候会跟我说，就是你攻击力那么高干嘛？你要适时的出。没有，你打月光才5000呢，不然你会被弹掉。哦，你怕大姐。对啊，你他大姐出来已经是3600，所以你的攻击力要比他高，不然盖亚解不掉他。